好，好。以前还能寻章摘句的夸我，现在只剩一个好字了。大巧不工，化繁为简吧。来，给我。银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脸意兴阑珊的样子，是昨晚休息的不好，还是今早的膳食不合意？都不是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了，我有秘方可以治。你扶人过来。掌中绿珠当然是要抱在怀里捧在手心才叫珍惜嘛。以后啊，咱们是要长长久久在一起的，害什么羞啊。放我下来，大白天你要干嘛呀？那晚上就可以了。不理你了。好，尹章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。看在这个的份上，就饶过我这一回吧。这可是上贡的合浦珠，千金难买。我不喜欢珍珠。那这个呢？这可是上等的火山虎啊。只喜欢火山虎。那好吧。平儿，你把府上所有的火山虎都给宋娘子找过来。是主人。走，以后会有很多火山虎的。